继任你就像我这么做，老好吃了。如果这道菜你还是学不会，我提了两斤鸡胗上你家交费你，老香了。准备一盘隔壁小媳妇给我送来不花钱的鸡胗，鸡胗给它改成这样的花刀，胖乎的鸡胗冷水下锅，姜片料酒去腥，焯出血沫捞出冷水洗净，起锅烧油，来点煮完的冰糖，冰糖熬至枣色，咱们给它下入鸡胗，翻炒至上色，放葱姜干辣椒搞里头，放生抽蚝油，再来点老抽调个颜色，加适量的清水没过鸡胗，盐鸡精四淡香调味，再下入鹌鹑蛋。老铁们，视频你都看到这儿了，上方红心帮忙点亮，求求大家了，没有你的双击真的不行，真上不了热门，就给老弟来一个吧，感谢大家支持，美食制作完成，老好吃了。